Today, I'm visiting a vegan restaurant called Huanjue.你好，怎么称呼你？姓贾，西北贾。贾大厨，你好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西安的吧，北方的。你可以说一下这家饭店的背景吗？这家饭店就是从泰然酒店那么搬过来，原来也是个吃素的开的。好的。现在在中国流行吃素吗？就是南方这帮很流行，很多素食馆嘛，有好多人吃素，北方稍微少一点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吃素呢？吃素健康啊，不杀生啊，好多美女也在这吃啊，吃那个苗条嘛，啥好的，那你可以说一下这家饭店的装饰吗？我们装饰就是，环保材料嘛，就是老件拆下来的，都是废旧物再利用嘛，很好，很环保。我想问一下，这里最受欢迎的是哪道菜？有豆腐啊，炸锅啊，茄子啊，豆角啊，好多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这些素菜的原材料是什么？原材料都是新鲜蔬菜啊，大豆制品的啥好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个人最喜欢吃哪道菜？我喜欢吃面食，包子啊，馒头啊，吃菜就是吃些豆腐啊，这豆角啥东西。好，谢谢。All right, I hope this is helpful. And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using Mandarin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, then check out my free email course.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吧。